为方便本市居民就近办理赴台湾个人旅游证件申请，自今天开始，全市各区县所有出入境窗口均可受理居民赴台湾个人旅游证件申请。不过，警方提醒，去台湾个人游和去港澳自由行有所不同，有了通行证和签注之后，还必须再办理入台许可证。还需到上海指定的九家。 具有资质的旅行社办理赴台的入台许可，只有两证齐全以后才能赴台旅游。